好，来，我们看这边呢，我们有一二三四五六种不同的那一个四边形的图片，然后这六种四边形呢，它都有不同的 property。首先，我们第一种是 square，square 是正方形，然后它就四边都一样长，然后我们知道它四个角度都是90度，然后它的 diagonal 呢，对角线，会互相平分。所以，我 AC 的 midpoint 跟 BD 的 midpoint 中间的点是一样的，然后它这四条线都会是一样的长度，然后它的 diagonal 互相 bisect each other 的时候，它的那一个 diagonal 它也是 right angle，这边有90度。OK，首先呢，中间这一个 diagonal bisect each other 的时候，中间有90度的只有三种，是哪里三种呢？square，然后还有一个是 rhombus，然后还有一个是中间有90度的是这三个，OK。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什么 square 之后，我就讲 rhombus 呢，我时常会跟学生讲 rhombus 是拉歪了的正方形，就是说它四边都一样长，OK，拉歪了的正方形，四边都一样长，然后它这一边四边都一样长，然后它有90度在中间，可是它这一边呢，我只有对面跟对面的角度是一样，A 跟 C 的角度是一样，B 跟 D 的角度是一样，OK。然后它如果我再跟它平分的时候呢，其实我的 B 的这边的这个 B 不二，它是一样的，A 不二的。然后其实我讲 rhombus 是拉歪了的那个正方形，那这样的讲法在数学里面是错误的，正确的讲法是。什么 square 正方形是拉正了的 rhombus，OK，square 是 rhombus 的一种，square 是 rhombus 的 subset，OK，这样才是标准。不过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办法理解和记得，我就比较简单的来讲哦，什么 rhombus 就是拉歪了的正方形啊。接着我们就有长方形，长方形呢，对面跟对面一样，对面跟对面一样。So 什么？那个曾经有一个小学老师，他就在那边唱歌，在那边讲，假设这边是十，然后另一边是二的情况之下，你就什么对面的号码抄过来，抄过来，抄过来，哇，阿牛的那个对面的你还唱过来，给它变成抄过来这样。So 它对面跟对面一样长，对面跟对面一样长，然后它这个四边的长度都一样，它四边长度都一样，只有 square 也是四边的长度都一样。然后我的 parallelogram 跟我的 rhombus 是没有的，它只有这条跟这条一样，这条跟这条一样，这条跟这条一样，这条跟这条一样。可是这两条不一样，这两条不一样，这两条不一样。OK，然后它中间这边这个角度是没有90度，它四边都是90度。OK，然后它的 BD 的中间的点跟 AC 的中间的点是一样的，然后接着我就有 parallelogram 呢是拉歪了的正方形，然后它对面的角度跟对面的角度一样，OK，A 跟 C 一样，B 跟 D 一样，对面的角度跟对面的角度一样，然后我对面的边跟对面的边一样长，对面的边跟对面的边一样长，然后这两个的长度是一样，这两个的长度是一样。我 AC 的中间的点跟 BD 的中间的点是一样，所以我们叫做它 diagonal bisect each other，就是说它的对角线平分，互相平分。然后它没有 axis of symmetry，它没有对称轴。OK，这个 rhombus 它有那个两条对称轴，就是说我的 AC 是我的对称轴，我的 BD 也是它的对称轴，然后长方形两个对称轴，这一边过来，这一边过来，然后四边形的正方形它有四个对称轴，然后接着呢，我们去到最后两个 trapezium 梯形，它只有这一边，其中两边是平行的，OK，我们也可以是这样的，然后这边平行，只要它有其中一派是平行的，它就叫做 trapezium。OK，trapezium 呢，我们唯一要记得的就是说它 area 是二分之一上加下乘高这样的一种东西。OK，这个是我的上，这个是我的下，这个是我的高，然后我这边有垂直的情况之下，这个就是我的高，这个就是我的上，这个是下。
然后接着呢 ，kite 是风筝型，风筝型的话呢，我就这一个跟这个的长度一样，这个的长度跟这个的长度一样，然后这个的长度跟这个的长度一样 ，OK， 然后它 diagonal 没有 bisect each other，OK，、okay? 然后90度90度90度这样 ，OK， 这一边有90度而已，它只有一 pair 的，它只有一条 axis of symmetry， 它只有一个对称轴，它的对称轴在哪里呢？它对称轴是在这一边，这个是它的对称轴 ，AC 是它的那个 axis of symmetry， 它只有一条对称轴，然后我的 parallelogram 没有对称轴。OK， 好，来，我们在这一边呢，它还在录着，刚刚没有电。OK， 好，来，所以就 parallelogram 的情况，那 rhombus 它有两条对称轴，所以是这一条。OK， 还有这一条，还有两条对称轴。OK， 然后 rectangle 它有两条对称轴，这一边跟这一边，然后 square 呢，它就四条，一，然后二，然后三。然后四 ，OK， 还有四条对称轴 ，OK，